星陨落，人天同悲。苏州灵岩山寺道安法师于2013年11月26日晚9时30分在苏州灵岩山寺安详逝去，世寿92。道安法师1922年8月16日生于江苏高邮，13岁时因父亲过世而出家。1981年，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创办伊始。道安法师受请担任监学并任教，是当代不可多得的学修并重的老一辈讲经法师之一。至今与教坛、讲坛辛勤耕耘30余载，学子遍于海内外，不乏教界龙象。师之一生平时办道，每日除早晚功课之外，另加定课念佛和持诵妙法莲华经，多年来遵循灵岩常住规约，信众所有供养，悉交常住，生活极其清苦简朴，堪为教界僧宝。敬请莲友念佛回向老法师，往生极乐，莲品高增。祈愿老法师不舍众生，诚愿再来，广度众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呢，只是江某人，高邮的，在1947年，那个时候呢，是国民党来的时候，家里军训了。第二个呢，我的师傅师公都死了，我的没一个面三个人，死了两个，还剩我一个人。我那时候年纪轻，没有当过家，所以就害怕。害怕就国江南了，国江南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一个弟弟了，他3年之前就到天津市了，常州天津市，所以我出来是奔天津市来的。天津市呢人多了，为什么呢？不放人都出国江南了吧？国江南，所以说我在那个组里面一场时间，就是1948年正月初二就跑回来了，跑回来就到无锡。我现在是一个两楼老和尚，开发下院，我就到这过来读书，到这过来读书了，一直读到了半年一个学期，办不成了，所以解散了。发下院解散，我就到苏州来了。是不是现在不知道灵岩山？我因为刚刚才出来吧，晓得吧？在村里的一个小庙，一个小庙，也是在这个无锡佛像院对过的一个法师叫净和法师。净和法师呢，他就要我跟他到苏州里，他一个小庙，因为他有两个小庙，他叫我苏州的，叫我在那看小庙。我说我一个人没干，但是还有一个老和尚呢，因为我也不晓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地方跑了，是法师嘛叫我来吧，我就来吧。哪里知道呢？
我在这国家叫干净站，我在江某就怕的干净站。为什么怕干净站呢？在们佛教里讲啊，干净站这个不是好事，都做的不好的事情。怎么的呀？宁静也不规，也不规矩，是吧？点了个白菜也不老实，我就只晓得那是不恭敬啊，不恭敬在佛法来说都不行的。我们佛教了是讲的诚敬嘛，因此之后呢，所以说心里的不高兴，不高兴嘛，有天呢，做佛事的时候，在苏州一带的做佛事了，做佛事他就有个老和尚骂我。那年纪轻轻你不得缺心，你不想想法法来好不好了？我说我到哪会想法法跟呢？我心里想，我本来就是不是为了干净站，我要干净站在江某多得很。他说：“哎，你呀、啊，苏州不是一个大灵岩山呢？灵岩山一佛下运啊。那么这样子，就说句话的时候呢，就是1998年下午年了。”陆一江听了这个话，7、8月底我就到灵岩山来了。灵岩山来之后呢，心中在为了的就是上个堂，就是挂单的地方。后来到10月江呢，堂里的大经营出来，那年呢是灵光老法师10周年，就经常大吃。所以我到灵岩山来一个好事呢，就10年10个，要打10个吃了，7天一个吃，10天，等于是70天啦、啊。为什么呢？纪念老外师是他一个给他打一吃，我们佛教里打吃啦，就做门用功为他操度他的，懂吗？另外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每个人用功要7、7、49天，所以说一个保温车加一个7个吃。后来呢，就还有一个祝愿世界和平，祝愿寺庙的安乐，就是希望佛菩萨慈悲了。我们佛教的都是藏佛菩萨了，就是说求佛菩萨保佑国家太平平安。第二个就保佑我们庙里的好好安心用功，一共10个吃。因此之故呢，所以我到灵岩山来头一次是1948年真正上山的。上山之后呢，这个辣椒呢，这个就不大好过了。为什么呢？劳动了，重庆庙上不种田了。后来从1949年不是4月苏州解放了，我们读书就读到了4、5个月，后来就劳动改造了。劳动改造一直劳动，劳动怎么样呢？种田，天天要缺工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后山有一包布是多么虚田，还有部分我的旱地，就山边的旱地啦，种山芋啦，种菜啦，就是供给山上的吃，那么全山的，那生活一下来又一包布是多过来。后来解放之后呢，1949年这个4月将解放的了。那么是苗正和尚呢，他很用功，因为这个山就是苗正和尚造的。重庆在说句话，江南的介绍一下啊，灵岩山重庆一塌大片的平地啊。重庆有一个庙的，这是弘扬起义的城隍烧掉了，你们晓得吧？弘扬起义。弘扬那些洪秀全、杨秀清呐，他们相信天主教，所以他不相信佛教，他把佛教烧掉了。到一直顶到什么时候呢？顶到民国12年辰光，永光老法师到上海弘扬佛法了。因为永光老法师原来是普陀山的，后来在那个时候回到就过来。回到这个来就是这个地方是好地方啊，有三柳山嘛，三柳山有百里城市一百元，就要向新进的地方，向新进在七星洞里一洞里面山脚下有个庙，现在还在这块呢，不过现在改成韩琦王的祠堂了，
就是纪念堂啊，小庙子是么？另外咱那个庙子的，现在改成那个韩启王、韩世忠，韩世忠的纪念馆。因为纪念馆这个意思你们也知道了，那和尚你们得了了，不好做了，可是吧？因此之后呢，那个就改成个纪念馆。后头呢，我们灵隐山们就解放之后就执事劳动。我在灵隐山来就是这么个原因。那个时候啊，这个也不同。我离开灵隐山了，为什么呢？在1967年的辰光啊，解散了。解散，我那时已经有50岁了。解散嘛，就是你们大家知道了，和尚都走了，啊，定了1980年。那正好呢，大家知道的，1978年，邓小平上位了，开十一届三中全会，佛教复兴了，这个人都解散了。不过解散之前呢，他这个都有跟上的，都有登记过的了。登记过这个当家的，就是明孝法师了。他那么还没做大和尚呢，做嘛当家呢？当家之后，他不是大和尚，就是等于是他管理了。一本账都在他那块，所以国家呢，有新佛教呢，就动员他。像我们这些人，他知道有地址的，打电话把我们叫我们来，叫我们来回山上来，要佛教复兴啊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说我在1980年腊月的来一次，或者定了81年正月十三到灵隐山嘛，正月十三到灵隐山走上，因为十五就开校了，佛像院也开校了。那时候呢，我们学龄不太爱不得文化苦恼，但是呢，我倒是下过佛像院上过下的，晓得吧？懂了这个的头绪，因此之故啦，由他来参加就当家的，叫我们呢就是开办佛像院了。那个佛像院呢，都没有叫我麻烦了，招生呢都是国家的，福建的人居多，第二个就是南通的人，也说这个198个，一共招50几个人，50几个人就开下来的时候。尽是吓死人了，我说我都去阿娘剃头了。那怎么说没不是和尚不行啊，我就到西园里到了明开老和尚，就叫带他们剃头。所以他不是明开老和尚徒弟长子呗。不过呢这个话呢也是一时的，他徐林带他剃头是他的徒弟，支配是他的徒弟，他过不了他都是上不下运的。啊，这个就是说开办佛像院的起因。佛像院呢，就到现在的你们都知道了，到16届来了。不是我呢，不把你们笑。我从临沂下来走江某回来，我就想了，能够有个安生地方，我好好过过日子，歇歇，今年就好了，心满意足了。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，经过劳动，后来又在。还有回山来了，那个第三次回山呐、也心里感激得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都死而复活了了，等于说了，你听得懂吗？等于我们从前下一乡再不想回来了，为什么不想回来了？要回来不可能回来了，到解散了吧，还回来吧？那觉得不就不行了？国家又是复兴宗教了，也就是佛教解放了，是的。那么来的心里啊，高兴得很。那时候已经我60岁了，60岁呢，不等于是自己不承认败事，不承认失败啊。我还有时间还能学习点子，所以在那时候呢，专门学习佛教的道理。一学习有自己促进我自己要学的原因。还有佛像院学生要跟我学的，那是有几个法师啦。当年我是在山上管理的事情，我们佛教的就是讲一下了。实际上就是管理佛像院那个人，
有西云的安上法师啊，还有个薛相法师，我们山上呢还有个总林法师，另外呢是五个法师之外呢，还有四季西会的三个老师，一个叫教英语的，一个叫日语的，还有一个叫国文的，哦，四个嘞，还有一个叫时事政治的，四个，讲起来说呢，有九个教师。出开办的时候，到现在呢，还有一个我一个两个人，连我们老和尚等于三个人，出版和下面的了，十几个人都没有了。就是我们三年三个人，所以我们不下运呢，也是个经过的情形呢，就大概这个情况。